是后菜鸟的资深时代最年轻的队长，欢迎亚伦跟小麦拍个照，站在这个位置是最漂亮，先拍照。两位看看这中间，亚伦他的个人歌唱实力非常厉害，那双数过两张 EP 三张大碟。那来自石林真正小，他戏演的超好的，好多好听起来是包括爱上小兄弟、门当户不对、地区语言等等。当然还有你的非常性感的广告，我记得很清楚。看看两位中间的相机。再看看你的左手边。最后看看你的右手边，右边的大机器是送上全球的 FB 直播。再看看中间，我们停个五秒钟，然后先欢迎这只巧的独拍。左边，请挥手一下，这只巧看到你哦。右手边的大机器，还有谁没有拍到的？中间，中间，谢谢美丽的詹姆乔，让营养人独拍一下，谢谢。欢迎可以挥手一下，要营养人望向你的话。还有谁没有拍到的？你看，右手边那个大机器有闪光灯的，对，那个是画面送全球。接下来是两位访问的时间，两位来舞台这边，谢谢。他们的主镜头在中间，所以接着旁边问两位视线在前面，谢谢。请两位分别跟全球后面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伦。很开心可以参加这次的 Fashion Night Out， 哦、Make a Wish。怎样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志乔乔乔。两位都拿到 FM 的 T 恤，今天怎么搭配的呢？怎么搭配吧？我自己动了一些小。你是要帮我讲吗？你现在看我。不，我现在在为我们开场。因为我的 T 恤如果要看的话，可是要脱掉，可以脱掉吗？为什么不要？还有自己 Q 自己脱的，就是有做一些剪裁，然后做一个像今年纪梵希蛮常做的破洞的这个设计 design， 然后让再搭配我自己的西装，看起来好像有点随性，但是又不失庄重的这个感觉，是蛮适合今年的单身男聊。我其实比较喜欢很简单的感觉，然后我自己。虽然我是女生，但是我很喜欢女生看起来很帅，就是俊美俊美，所以今天也是搭配比较大的配饰，然后简单的剪裁。全球购物业就是。